大家好，我是西谷良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英国如何第一天就租到我心仪的房子。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哈，不要以为是标题党，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经历。当然了，说实话，其中有一些是幸运的成分，但是呢，也有一些是我努力的成分。英国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来到这边呢，没有任何帮助，我很担心我会上当受骗。我就在想，与其这样担心下去，还不如行动起来。所以呢，我就给自己提前做了一个行动计划。那我觉得这个行动是治愈这种担忧的最佳良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对于某种还没有发生事情的一种忧虑的话，那我建议你呢，立刻开始行动，就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这种忧虑。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爱丁堡这个租房市场的整个一个行情。因为爱丁堡这个城市，它的留学生非常多，它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所以呢，它的租房市场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呢，在爱丁堡这个城市，如果你要租到好的房源的话，那么你眼要尖，手要快。在到达英国前一个星期呢，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关于爱丁堡租房的一些帖子，对吧，听取别人的一些建议。那我做的第二点呢，就是到那个租房网站上去了解一下市场行情。那我和小欧两个人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然后这个爱丁堡这个城市哪个地方居住比较安全。对了，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呢，我搜索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就是关于爱丁堡的犯罪地图。这个犯罪地图是什么呢？就是在爱丁堡这个城市哪个地区它的犯罪率比较高，哪个地区犯罪率比较低，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要居住在这个犯罪率低的一些地方，然后这就比较安全。这对于我来说也是我考虑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我看了大概三四天之后呢，心里基本上有谱了，在哪个地方租，然后呢，价位到底是一个什么区间，然后这个房型基本上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大概情况我心里已经有谱了。然后在到达英国前三天，我就开始主动的去联系这个房东。那其实刚开始联系的时候呢，我中意的房源呢只有一家，就是我非常中意的那个房源，他满足我的所有条件。然后我看中的那一家呢，离小欧工作的地点呢只有10分钟步行，而且呢他又在犯罪率低的那个地区，它的价格呢也符合我们的预算，知道这是我当时的唯一选择，所以呢我就集中力量给他写了一封，怎么说呢，非常真诚的一封介绍信。首先呢，这位房东在他的这个广告上，他提出了三点要求。租他的房子，首先第一，要是工作者，不能是留学生。OK， 那这样子其实我是满足条件的，对吧？那非常好，为我们就是除去了这个留学生的这样一个竞争群。第二点呢，是他要提供这个雇主的雇用信，也就是证明你在这边有工作，而且呢，他根据你的工种，他大概知道你的这个工资范围，所以呢，是他考虑的一个条件。第三呢，他要求你提供前房东的一个推荐信，这三个要求。所以呢，我当时就给了写了那个介绍信当中，我说你的三个条件我都可以满足。那为了真诚的打动这位房东呢，我还添上了一段介绍，就是我和小欧的情况的这个内容，说跟他说我们之前呢是住在西班牙，然后现在来到英国工作，想在这边居留2到3年时间等等。我还跟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公寓，我们会很好的就是维护你这个公寓的。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然后他问我能不能够提前一天去看房，因为之前呢他已经有看客，觉得很合适，然后想租他们的房子了，所以呢他们想尽快的回复那个看客。那我的回复就是不可能，因为前一天呢我们还是在飞机上，没有到这个爱丁堡，所以呢看不了。所以最终呢这个房东还是同意等一天，这说明我们的机会还是挺大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跟他就是寄任何的什么介绍信啊或者雇主信什么的，只是一封邮件跟他说你们的要求我都满足这样子。那到了看房那一天呢，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到达这个目的地的，然后看了一下周围的这个环境非常好，当时呢就是一见钟情。虽然没有看到房子内部的具体的这个装修哈，但是呢对于周围的环境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因为一般的这个公寓的门禁呢是面对这个大街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公寓它的这个门禁呢是面对一个小院子，然后这个小院子的风景呢非常漂亮。最后呢进入这个公寓之后呢，房东是非常的热情招待我们，然后呢跟我们介绍这个公寓哈，然后呢他们开了这个暖气，所以呢我进入到这个公寓就感觉进入到我未来的这个家一样，所以呢感觉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最后聊完之后呢，房东没有给我当场给我们回复，他让我们等他的消息。那我们当时住的是 Airbnb， 就是一个民宿，付的是一个星期的房费。如果说这次找不到合适的房源的话，那还必须续费，然后呢再去不断的去看房，这样子就是非常麻烦。所以呢我和小欧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就祈求上天保佑，一定让房东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结果当天晚上呢，我就收到了这个房东的一封邮件，他们经过考虑呢同意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但是呢要求我们明天早上8点之前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当时想哈，这个邮件有点紧急，因为他是让我明天早上8点之前回复他们，但是如果我今天晚上没有看到这封邮件的话，那我岂不就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个房东呢最后呢也是非常抱歉的跟我们说，非常不好意思让我们看房的第一天就必须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他们确实是当时呢需要给另外一个看客一个回复，所以呢他们才就是有点催我。那我当时呢就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实际上呢关于这个房子的情况呢，我在网上已经看了3-4天了，然后我对这个行情呢比较了解，这个房子确实是条件非常好，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西班牙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租房上他们的规范性。我个人感觉哈，在英国这边租房呢要比西班牙规范很多。首先第一，关于合同，那这个房东他给我的合同呢是这个政府统一标准的一个租房合同，那这个合同呢它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租客的，比方说在3个月之后呢，如果我们对这个房子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提出退房。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房子它的押金哈是交到这个政府统一管理的账户当中的，不是交到这个房东的手里的。第三点呢，我们租的这个房子里面所有金属外壳的电器每一年都会过检，每一年呢都会有人上门来到我们家里面把这个电器做一遍审核，看它的规格，看它的那个使用性能是不是都符合规格，以免发生安全事故。还有我们家里面呢还有这个防烟防火的这个鸣笛，所以呢在这个公寓里面我住的也比较踏实，对不对？在这个方面呢，西班牙的租房市场呢它没有达到这么规范。那在来英国之前呢，我在西班牙是住在加利西亚的比哥城市。比哥呢它是加利西亚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城市，就在海边，它离葡萄牙非常近。然后他的房租呢是每个月500欧，这个包括了水电费的。当时呢这个房东收取了我们3000欧元的押金。那我现在住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房子呢，它的租金是1000镑每个月。这个租金呢包括水电费，也包括这个城市管理费用，因为英国这边租房呢比西班牙多出了一个费用叫城市管理费用，每个月有100多镑呢，非常贵。这个房子的押金呢也是1000镑。哎，那你会问为什么这个西班牙房东收取这么贵的这个定金哈？这个房东哈当时他就回答我们说，是他把这个定金呢定那么高呢，就是为了筛选出真正喜欢这套房子的人，因为只有你真正喜欢这套房子，你才会保护它，是吧？你才会很好的去维护它。如果这个房子被保存的完好无损的话，这个定金呢最后呢是会返还给你的。所以呢真正喜欢这套房子人最后呢才会同意去交这个3000欧元的定金。那他这个房租呢针对于他房子的这个条件哈，他定的是稍微低了一点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看客，所以呢他就会掌握这个选择权。对我英国的这个房东呢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呢这个房子条件非常好，他完全可以把这个租金定得更高，但是他没有。那这位房东呢他把这个租金哈调低的原因呢，也是想让更多的这个看客来看房，然后呢他们有主动选择租客的这样一个主动权。因为对于房东来说，对于租房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他们不在乎你每个月少支付他一点，但是呢他们很在乎你每一个月连续的支付他们房租，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英国房东和这个西班牙房东哈，他们两个都有同样的一个策略。他们两个我看起来哈都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房东，也是和无数个租客打过交道的。特别是第一个西班牙房东，他跟我说他把这个租金定这么高是因为他之前遇到过一个吸毒的租客。那这位吸毒的租客最后是没有钱来支付这个房租，而且最后呢连人都找不到，
所以最后呢，这位西班牙的房东只有通过警察才强迫进入到他自己的这个公寓当中。所以呢，这个房东呢，他不想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呢，他把这个定金定得很高。Hello，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哈。